电子琴好学吗？电子琴是一种键盘乐器，其实它就是电子合成器。电子琴因为它形似钢琴，所以就有人叫它电子琴。实际上，正规的叫法应该是电子合成器。大多数人认为电子琴演奏技艺简单，不及钢琴。但其实，单论单排键电子琴，左手所使用的自动伴奏体系也是十分完整和复杂的，不亚于钢琴的和弦分解。同一首歌，复杂的和弦走向可以有上百种组合，创作者或者是演奏者的不同，也会选择难易程度不同的和弦走向。从这一点来看，不是很好学。